请您预测今天您觉得谁应该得女主。哎，是喜极而泣着你的。太紧张了，因为这个他能提名我就特别开心。是，当然还有其他几位也同时入围的女演员。对，然后赵老师，赵老师，周老师，周老师，对，然后还有那边有谢老师，谢老师，对，还有一个曾老师。所以我是扛了一个大雷。对，您的答案是莫文蔚。啊，不好回答对吧？我希望是我太太啊。对，很不专业的一个回答。我希望是你，一定是你，绝对是你。